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得了颈椎病，骚扰的可是一大波大牛啊！颈椎间盘突出，椎管变小，骨刺都可能压迫到脊髓，这一压初期可能导致手脚麻木，中期可能会出现便秘、尿频、大小便失禁等症状，最后还可能导致瘫痪呢。颈椎间盘突出，骨刺还可能压迫到神经根，这可是一个区域的神经源头，这一压上臂过量了，手指没知觉喽。交感神经管的是消化系统、循环系统，要是被突出的颈椎间盘骨刺压到，高血压、呕吐、恶心、视力下降就都找上门了。给大脑供血的主要管道椎动脉被压到，大脑会供血不足啊，一个不经意的猛回头，妈呀，眼睛一黑，差点晕倒。突出的颈椎间盘和骨刺压迫到了椎动脉，椎动脉长期血流不畅，很可能造成脑梗，诱发老年痴呆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